小心啊，那滚下去不是开玩笑啊。等我一下，姐姐他们应该是到了。嘿，哈喽，那边。哈喽。来问大家，有没有看过今天的播出？我看过，里面有一个女生，两个，是哦，哇，你懂啊，所以会把东西变成冰的是姐姐还是妹妹？姐姐。哦 ，OK， 哇，很懂，很懂。妹妹。OK， 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男生。男生他妹妹，男生所以你们之前啊看了那个佛珍过后，有没有买关于佛珍的东西？比如说铅笔盒啊、书包啊，买了什么？衣服啊，买佛珍的衣服。我想买。你记得那个故事吗？你不记得了，你已经不记得了。等你念什么？所以妹妹你一放假你就生病，所以现在是已经好了，完全好了，真的好了，我不相信，青蛙跳二十下给我看。我看到那边一个是 Star Wars 的墙。哦，你看，我们来买了这个 Star Wars 的，哦，耶，没有，你要拿住两个，我帮你拍照。可以进去了吗？你面貌看，这个是一个，那你要先进去啊？你没有看过你的 video 吗？你记得我没有帮你拍一个 video 吗？你记得吗？我们有去玩那个房飞，记得吗？然后不是驾车带你，好了，我们坐摩天轮，对不对？对呀，灯亮了没有？来，来，快点拿你的！注意看，注意看，很冷啊，这样快就冷了，还没有进去。很冷啊，等一下我拿臭臭给你。他等一下会拿他臭臭出来。喂！不是啦。没有臭臭。臭臭也是臭，你的臭臭最臭啊。帮我找 J16 J。啊 ，J 跟 K 不一分 ，J 这里就是 J， 你们醒醒，这里就是 J。我靠！16 16 17 18 19、哦、你要坐哪个位你选，你啊小朋友先选，姐姐我跟你一起坐。滚，所以 Elsa 会从那个楼梯走下来，然后她会喷烟，哦，把你变成冰哦。Oh no， 那我全部就好，那我就不要逃走。气可以吹风给我们，那个就是。冷静一点，你们冷静一点。我跟你讲，这边有十牌，十一个牌，十一个牌。啊，前面两排是谁？我们是第一排，第一排。可以先吃 popcorn 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啊。可以啊。哎，听讲这一次的 Elsa 很漂亮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。她裙子不是很美啊，可以换很多衣服啊。以前 Elsa 还敢，好啦，我们看电影啊。以前过来，她一直穿着长裙。
过后你觉得怎样？你觉得这部戏好看吗？还要上海的时候，哦，他在骑那个海马，知道吗？西炮，西炮。然后你拍下来的时候，那些又很我放进那个又很。哦，呀呀呀！很帅哦。不知道我们还可以去跟那个 Elsa 拍照吗？你觉得 Elsa 美吗？没有，有比上一部美吗？今天这部戏喜欢吗？你最喜欢哪首歌？那个一点点那个那个很高，你会唱吗？很高的。Let it go, let it go, let it go, 一丝一丝好一起，好一起，好一起，唔通我。